来来来，喝酒。边喝边聊。你看这个老板海阔天空跟我聊了半天，我才明白是要我替他的特色酒吧拍几个美人鱼的镜头。他可以去招揽生意，我还有点事，我不信有什么美人鱼，可是后来我在开心馆看见了，她叫美美，她就是美人鱼。她在水里的样子让我着迷，她留下了她的呼机号码，开玩笑说如果想她了可以给她打电话。后来我真的给她打电话，约她出来玩。喂，呼两次26089，留言，速来黄河路。对。我对美美一无所知，她从来不说，我也不问，只是喜欢这么看她、拍她，她也不在意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几乎整天泡在一起。